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2019年什么最火？网红经济绝对独占鳌头。网红经济有多火？网红李佳琦的一句 OMG 俘获了万千粉丝，曾经一分钟售罄14000支口红，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，得到了口红一哥的称号。2020年1月5日李佳琦直播卖起了金字麻辣香肠，五分钟狂卖10万加包，更是在第二天将金字火腿送上涨停板。一场直播直接为金字火腿带来了5.48亿元的市值增长。另一个红人李子柒，其拍摄的视频几乎都能登上微博热搜榜单，不仅收获了大批国内粉丝，李子柒通过视频向全球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方式，还吸引了许多国外粉丝的关注，其 YouTube 粉丝量740万，甚至超过 BBC。 因为搭上李子柒和网红概念，星期六这只股票14天涨了200%，而就连本身就不愁卖的贵州茅台近日也搭上了网红带货。1月9日，有淘宝一姐之称的薇娅直播促销2018年53度的飞天茅台，以1499元的价格开秒，超2000万人在线秒杀，500瓶瞬间没了。据央视报道，2019年李佳琦赚了将近2亿元，网红李子柒赚了1.6亿。如果以2018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指标看，2123家公司净利润不及李子柒，也就是说，全部 A 股公司有60%以上盈利能力不及一名网红。流量是赚钱的根本，这些带货网红之所以能爆火，其背后靠的都是一个东西——流量。李佳琦、薇娅、李子柒等为代表的网红，他们通过或是借助高颜值的外表，或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，通过直播、视频等各种方式快速积累大量粉丝，然后再通过直播卖货、开网店等方式实现流量变现。可以说，网红经济只不过是披着流量外衣的电商模式，流量是其根本。跨境电商，流量决定销量，做电商就是做流量，电商的本质是流量的变现过程，跨境电商亦是如此。在许多跨境电商卖家眼里，流量就意味着销量。为啥流量越来越贵？物以稀为贵，之所以流量越来越贵，是因为涌入亚马逊的卖家数量巨大，每年以几十上百万的数量急剧增加。据统计，在2019年，有120万新的第三方卖家加入了全球16个亚马逊站点之一。自2017年1月1日以来，全球已有360万新的第三方卖家加入亚马逊平台，其中超过110万的卖家加入了亚马逊美国站，该数据相当于过去1000天每天有3287个新卖家，每小时有136个，甚至每分钟会产生2个新卖家。其次是印度，接近40万，英国有近300000新卖家，进来的人多了，红利自然就没有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很多卖家转向了独立站，试图追上新的一波跨境电商蓝海红利。其实，不管是平台还是独立站，都充斥着大量的机会，而流量则是获取客源的基础。如何获取流量，似乎成为了行业内的痛点。Anchor 是怎么获取流量的？此外， YouTube 和 Facebook作为国外知名社交网站，做出口的企业大多会选择在这2个平台推广， Anchor 也不例外。另外，在亚马逊平台上， Anchor 抓流量也做得非常好。这样的话，当一个自然流量进来，他就算没有买这一款产品，也可能会买另一款产品，说明从 Google、Facebook 等平台引流花的钱没有白花，正是善于各个渠道流量。2018年 ，Anchor 的营收超过50亿人民币，这就是钱没白花的最好证明。普通卖家是怎么获取量的？对于普通卖家来说，有免费和付费2种流量获取方式。这里就以独立站为例来说，常见的免费的流量获取方式有 Pinterest 免费流量，通过 Reddit
进行营销。 Facebook 免费引流，搜索引擎优化 SEO， YouTube、 Instagram 等，建立自己的主题等等。既然是免费的，自然没有付费流量，见效快了，得花更多时间去经营积累。有没有那种花最少的钱就能获取到 Google、 Facebook 优质流量的方式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是DigiTop 顶创科技携手 Google、 Facebook 推出的流量红包计划。 DigiTop 顶创科技推出流量红包计划， DigiTop 顶创科技联手蓝汉互动，特意为卖家提供 Google、 Facebook 广告平台的流量红包和广告投放返点。跨境电商卖家只需在 DigiTop 平台开户，即可享受独家渠道优惠。 DigiTop 顶创科技简介。 DigiTop 顶创科技作为电商全球化的科技解决方案供应商，自2019年12月起完成品牌换新，用科技创新让全球交易零障碍，致力于为中国电商卖家及创业者提供面向电商全球化、贴近用户需求的科技解决方案。跨境电商产业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，想要进一步助推产业升级，需要通过科技赋能盘活生态圈，实现技术服务升级。 DigiTop 顶创科技紧跟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新需求，进行品牌换新，将致力于为中国电商卖家及创业者提供面向电商全球化、贴近用户需求的科技解决方案，用科技推动业务升级，助力跨境电商出海。活动政策说明：一、新开户卖家根据当月的交易情况，每月可享受到上不封顶、最高超万元的流量红包，同时可在 DigiTop 后台轻松实现一键投放。二、新接入 DigiTop 的蓝汉互动用户可享受免费开户费折扣优惠，同时享受流量红包政策。三、DigiTop 老用户成功介绍新卖家介入，可享受三个月流量红包，裂变共享。四、通过 DigiTop 顶创科技进行 Google、 Facebook 广告投放的卖家可享受无门槛、最高 7% 的广告投放返点优惠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想要万元流量红包的小伙伴。